黃碧雲議員，主席，我今次提出的修正案編號是713，是總目的142項，關於政府總部、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和財政司司長辦公室。我的修正案是要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142削減1億500萬4千元。削減的數額大約是相當於中央政策組全年的預算運作開支。主席，為什麼我要提出這個修訂呢？是因為我覺得所有香港的納稅人是應該要知悉，究竟這超過1億元的款項用在中央政策組身上，究竟它是做些什麼的。主席，關於中央政策組，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們在搞什麼，若若罔罔就知道他似乎是做政府的一個智囊，是為政策制定或者政府的政治工作是提供一些意見的。但是我們再查下去的時候呢，就發覺這個好像是一個政治黑洞，一個政策的黑洞，我們真的不知道他是怎樣運作，對他的角色運作、撥款的指引、研究報告，所有的事公眾是完全沒有辦法知悉它的內情。關於中央政策組，社會多年來其實都有批評過它的運作方式極之封閉，好像一個黑箱作業一樣。其實呢，在我未做立法會議員之前，已經有其他議員提出過這些這樣的質疑了。在2008年，當時吳凱儀議員呢是在財政預算案辯論裏面都曾經詢問過類似的問題，就問中央政策組的某些報告是否可以公開，又或者被公眾索閱，但當時的答案呢已經說是一概不可。即使是一些已經過了一段時間的了的舊的報告，公眾都不可以攞的，議員都不可以攞的，那所以這一億元呢就使了了，但是沒有人可以看到這些報告的，最多間唔中是出現少少那個 abstract， 就是那個撮要的啫，給你看看。那這樣呢是很大件事的，行政機關是要向立法機關交代問責，公帑的運用亦都應該是有一個透明度。但是如果我們再看清楚中央政策組呢，我們發覺呢這些錢使了之後，納稅人是沒有辦法知悉，議員亦都沒有辦法知悉究竟這些研究了些什麼東西出來。主席，我覺得中央政策組需要大幅改革，最佳的辦法就是終止了它的工作，抽回這一億出來，重新討論究竟中央政策組究竟應該是要怎樣運作的。主席，如果我們每年請這麼多人，又或者外判出去的研究，總共都要使一億，作為議員或者納稅人，首先要問就是說，中央政策組究竟它的職能是什麼？它是要做一些政策的研究，抑或是要做一些政治的研究呢？是它自己做還是外判出去做呢？究竟哪一個落單叫他研究些什麼東西呢？研究的時候哪一些是香港社會真的需要做的研究的課題呢？他外判出去的研究究竟那個準則又是些什麼東西呢？這些研究的項目、研究的方法究竟是怎樣呢？研究的水平誰去監察呢？研究的成果誰可以享用呢？是不是只是特首用呢？還還是三司十二局的局長都有機會用到呢？公眾可不可以用呢？議員、立法會的議員又可不可以用呢？是不是沒有人可以用呢？除了個少數政府高層幾個人。嗱，我自己都是作為大學的教師，我們做研究的時候去拿研究撥款都不是隨時可以拿到，我們研究都要交代的，研究完之後都要出版的。但是中央政策組這一億使了下去之後，是完全沒有人可以看到這些報告，
除了政府的少數人士，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研究的黑洞和漏洞來的。主席，中央政策組的角色和運作我們都很想知道，因為這一筆一億元的款項是掛在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和財政司司長辦公室那裡的。那究竟中央政策組預計這一億的運作和去年的運作，究竟有多少的研究項目是由這兩位司長的辦公室開單叫中央政策組去做的呢？有哪幾個項目是他們提出來要做的呢？抑或是由特首提出來的呢？抑或是行政會議提出來的呢？是沒有人知道的，我相信在座沒有一個議員知道。好了，關於中央政策組的撥款還得人害怕，中央政策組自己做的研究我都不說了，他們那個研究的水平。中央政策組呢，原來每年呢都是將一些錢撥了出去給外面的研究機構做。那我特別有興趣呢，就是留意到有一項的撥款，那呢這個呢就是關於一個叫做傳媒的時事輿情的研究。那這個傳媒時事輿情的研究過去三年呢，原來都是撥了給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去做的。那呢過去三年呢都已經用了呢200萬的了，三年都是找這個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去做。我們很想知道的就是究竟當中有沒有涉及撥款上面的私相授受和利益衝突。為什麼呢？大家都知道這個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的負責人是哪一個的，他亦都身兼行政會議的成員，還有這個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之前的那個顧問，就是現在中央政策組的首席顧問邵善波。那究竟邵善波、張志剛和梁振英是不是就完全主導了這個中央政策組的研究呢？為什麼中央政策組關於這個時事輿情、國情國策的研究過去三年都是給張志剛這個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呢？邵善波自己有沒有親手批呢？如果他沒有的話，其中在梁振英的政府底下擠了很多糧粉下去，是不是他們有份批呢？這些研究究竟有沒有公開鏡頭呢？雖然呢我們知道中央政策組本來呢是超過五萬啊至到十幾萬啊，那些研究呢應該是要有一個審批的程序，但是原來呢如果沒有其他人鏡頭的時候呢，找一兩個人都可以簽名呢，那些錢就可以批出去。那是不是很化學呢？批的人有沒有邵善波粉呢？是不是梁粉批的呢？為什麼來來去去都是張志剛呢？為什麼張志剛又可以不避嫌的呢？他自己作為行政會議的成員，在這裡呢是出現很多很多問題。那至於這些研究，當然我剛才都講了，是沒有人可以看到那些的內容的。主場新聞呢是曾經呢是向中央政策組和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問他拿過這些使用公帑去進行的傳媒時事輿情的研究內容，包括行政摘要、報告結論、研究方法、統計數據以及原始數據等等資料，亦都有查詢研究工作有沒有包括在網上引導輿論、發表或者轉述言論。咁亦都問過中央政策組攞有冇向特首或者任何政策局匯報過相關嘅研究結果。咁但係呢結果呢就係呢乜嘢答案都攞唔到返嚟嘅。又係一個黑箱，又係一個神秘嘅研究黑盒。我哋都好想知道傳媒時事輿情研究點解喺2013至14年度嘅撥款
會大增一倍，去到772000呢？究竟這些研究的合約是怎樣判出去呢？是不是價低者得呢？有沒有一個甄選的程序呢？有沒有問過其他大學或者研究機構呢？如果他們沒有興趣，他們是不知道，所以沒有申請啊，因為他們沒有興趣研究一些好像很沒有學術性的這些這樣的研究呢？嗱，呢啲我哋完全都唔知道。好啦，咁中央政策组基于咩理由会认为呢啲传媒舆情研究、国情国策嘅研究係可以不公开呢？当中有边一啲係涉及机密呢？如果係传媒时事舆情，即係话已经公开咗㗎啦。你睇报纸、睇电视、睇网页、睇 Facebook， 呢啲全部都係公开咗嘅嘢。你不过俾钱叫人去搜集啲嘢返嚟做一个分析。咁呢啲唔係國家機密喎，亦都冇咩嘢係唔見得人喎，因為已經公開曬㗎啦嘛。我哋講緊 media studies， 傳媒嘅輿情。輿情就已經係公開咗㗎啦。咁點解輿情嘅研究係可以唔公開呢？你唔公開呢，就會令到人感覺嘩，你喺揣測分析啲輿情嘅時候有冇戴咗有色眼鏡，有冇偏頗。呢啲嘅質疑係非常之合理嘅。仲有我哋讲緊咁多咁多呢啲研究，国情国策嘅研究，如果政府要用公帑研究国情国策，姑且我哋唔好讲呢样嘢合唔合理，但係研究国情国策，作为学者要知，中学生大学生通识要知，立法会议员要知，商界都要知，国情国策点解会系机密呢？點解唔係公開俾大家都知道呢？我覺得呢啲嘅答案，我哋冇一個係可以得到一個滿意嘅答覆嘅。主席，所以我認為一個非常之合理嘅做法，就係剁走咗中央政策組嚟緊一年嘅1億元嘅開支，等大家對於中央政策組嘅職能運作、研究嘅撥款嘅批准嘅機制，以及公開呢啲研究，係作出一個全面嘅檢討，我哋先至返返嚟係討論我哋需要一個點樣樣嘅中央政策組，或者要撥幾多錢俾佢先至合理，係以便我哋有一個正常嘅一個監測嘅機制。主席，我謹此陳辭呢，係要求各位議員呢係支持我呢個修訂動議。